汽车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玉米还没收呢，因为这两天下雨，但是打谷场已经都准备好了，好几块。你跟着我飞一下，我到那路口等你，找一段好看一点的。咋啦？挂树上了。飞机。啊，那前面掉头去吧，去找去。又挂树上了。啊。我刚才看见飞机了呢。飞上去了吗？飞机飞，我从这个乡村的小路上穿过，没想到飞机给挂到上面树上去了，能看到没有？你这怎么上去啊？风这么大，会不会给吹下来啊？你那鞋太滑了吧。你那快接近鸟窝了，树密稍微好上一点，是不是好踩？这个鸟窝特别大，鸟窝里有鸟吗？离的台很远，你才爬了三分之一。逛会儿，你准备接着。好。还能飞吗？看一眼，好像桨都没怎么碎。嗯。咋的呢？飞机咋掉下去了？哎，我想飞一个横移的镜头，越过树横移的镜头。然后，侧飞之前我还看了一眼，但是就是把机头转过来看一眼，没转彻底，因为你车快过来了，我再转过来再调整机位，你可能就过去了那个镜头。我就直接侧着出画，让你车出画，准备再回过来，就还没出去呢，就怎么不动呢？然后镜头前面全是树叶。起飞的时候我还看见了，我看见你的飞机在我上头，我就开始从正中间然后穿过去，然后就再看不见飞机了。所以飞飞机一定要小心，横飞、侧飞，拍侧面横飞的照那个镜头的时候，一定要把机头转过来观察一下，或者转一整圈360度观察周围环境，再横着或者倒着飞，要不然必然会炸机。还好整个飞机还比较完整，连桨叶也没破，只是有划痕，应该没问题。等一下下车试试，喝口水休息一下，几十年没爬过树了。